我们现在在青海的港式卡，我们将要去登这座山。非常高兴和你一块来登山滑雪。你现在处在事业的巅峰，如果将来有一天人们不再关心你在哪的时候，你将如何面对？在高海拔，每走一步，每做一个动作都会更加的费力，才四个动作就已经累了。起步的时候手没有地方抓，中间那个夹缝里面那个石头它是有点松的，完全在那里拔不住的。我们这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高海拔，心率有点快。现在我一直觉得自己并没有很厉害。登山的这个过程，它是一个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一个真实的逃生游戏，是有可能让自己回不来的。确实非常非常痛苦，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。